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不求功成名就，只愿平安顺意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君上，太仆会宴上的一首诗在民间传开，百姓大肆议论三公子功绩。如今百姓报案不往顺天府，学子之中甚至有废主的流言传出。夫君，是儿臣无能，儿臣有罪。身为储君，儿臣识人不清，未有建树，未得民心。儿臣委实不如三弟，愧对母亲生前教诲，愧对父君重托。儿臣惶恐，儿臣才疏德薄，不及二哥孝悌忠信。二哥才是我等表率。作诗者何人？监察司可有及时调查？禀君上，作诗者乃太仆会宴上的学子胡修，其对作诗与散步一事供认不讳，但拒不承认背后有主使。都是硬骨头，如此大费周章豁出去，难道是为了他自己？此案移交宗正司继续查。张氏，宗令有命，需要您跟我走一趟宗正司。带走我家大人，总该有个理由。宗令怀疑太仆是案与三公子有关，需长史前往协助调查。大人，没事的，替我向三公子告假，烦劳带路。三公子是否命你散布过不利于原楚殿下的流言？没有。三公子对原楚殿下心怀怨怼，意图争夺原楚之位，是也不是？不是。张石若是配合一些，你我都能省些功夫。下官一直都在配合吴总理，确实回答。
看来长史需要敲打敲打，才会开口说实话。活醒他！胡修已经招供，当是女子之身又能撑多久？不妨痛快些。严刑逼供，胡总理并非审讯，只是想听到既定的答案而已。从一开始，你的问题就直指三公子，是有人授意你这么做的吧？张石好一张伶俐的嘴，看来是还不够清醒。来人，将他架起来。我看谁敢动手。怎么来了？来办点事，路过。石公子，君上命宗正司彻查太仆尸案，入宗正司便是皇室宗亲也可上刑。自然，吴宗令奉旨办事，轮不到我插手，只是顺道来给宗令提个醒。当日他遭御史弹劾，是君上下令保他留在京城。宗令不妨想想，女子科开设至今，能得君上恻隐者几人？听闻宗令年近至世，莫要最后当了别人手中刀，也没落着好。是，是，下官谢石公子提醒。三哥无法来看你，你可有话要我带到？请转告三公子，下官不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，请三公子放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今日受的苦，我记下了。君上有命，提审疑犯。就会结束了。君上，学子胡修已供认，是三公子授意制造舆论，诋毁元楚殿下。此外，胡修还招供，三公子于两年前便与其父巡查御史胡柏结交，
令其暗中查探莫迪一案，结交的时间、地点，臣已着人核实。无休，你可有辩驳的？学生，对不起三公子。只是要再给三公子定一个藐视君王的罪名。看来老三非但觉得郭老眼昏花，选错了储君，还觉得郭昏聩无能，冤枉良辰了。父君息怒。君上，儿臣不敢。儿臣君上，此事与三哥无关，是儿臣所为。李浩，九弟心性单纯，不是什么罪都能往自己身上揽的。儿臣所言非虚，只是不想三哥再为我含冤。儿臣是因为对莫迪之案耿耿于怀，才委托御史胡柏暗中调查。太仆失案也是因为儿臣想帮一把三哥，才找了胡柏之子帮忙，在学生中造势。胡休，九公子所言与你相悖。薛子所言句句是真啊。君上可以调查供状上的时间地点，与胡柏见面的集会儿臣也去了，是儿臣以三哥名义约见了胡柏，并与他私下议事。胡休应当只是听他父亲提起过，未知原委，故而以为是三哥暗中委托胡休散布诗句，也是借了三哥的名义，所以胡休以为在帮三哥做事，并不知实情。九弟是如何委托胡休的？既然胡休未曾亲眼见过你与三弟，总该有个传话的。下官知罪。你？事已至此，下官全招了。下官去过太仆会宴，委托了胡休，之后又奉九公子之命指使他在西市散布诗句。太仆书局老板知道下官参加太仆会宴，拿着胡休画像往西市一问，也可知下官所言非虚。三弟身边的女官，当真不是三弟的意思？三公子素来耿直，拙于谋生，若三公子急急营营，又怎会锋芒太过，还在户部一案上处处树敌？夫君，儿臣认为应不是三哥所为，三哥素来沉稳无争，不会行此等出格之事。至于九弟，儿臣当年目睹他为了莫迪之女擅闯刑部大牢，实乃用情至深，还望君上看在九弟少不更事的份上，法理容情啊。胡休，你是否亲眼见过三公子？学生确实没有见过三公子本人，但如九公子所言，学生一直以为是三。
是长能耐了，师姑从前小瞧你了。袁楚乃孤亲立的大齐楚君，不论如何容不得你们造谣诋毁，还妄图用民心促孤废楚。儿臣知罪。来人，即日起九公子革除一切职务，押入宗正司幽禁，非召不得出。你虽听命行事，却不辨是非，不知规劝，有失为臣本分。他与胡修拖下去吃午食。臣谢君上恩典。张氏，三哥身上背负了太多，也是很多人的希望，我无法眼睁睁看他出事，连累你了，多谢。也请九公子保重自己，你我同道，珍重。我托了人情才能见你一面，这样做值得吗？值得。含着这身片你给我挺住三公子，行刑完毕，人可以带走了。李卫，领人。为什么？你使人为妻，害我父亲，如今可。无论你信与不信，你父亲是为了朝堂清明殉身，非我所害。将他带走。醒了，你昏睡了三日，徐先生也来为你看过，这一回是你命大。下官知罪。你何罪之有？是我被你与林浩保护。我们认为值得。他倒是随了心，却留我一人。我从未如今日一般如此怀疑自己一意孤行是否正确，有人因我而死，我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知其者。老师、林浩与你我都保护不了。公子，
夏长院离京前曾与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要我在自己的路上好好走，慢慢走。我想人生之事难尽如人意，有时候不能想太多。是啊，不去想，不回头，一直走下去。时局之下，不破不立，而人在局中，身不由己，不争一争，又怎能走到最后？